先感谢台美老师哈，带着这一批可爱的小孩来跟我们岳明国小的孩子做交流。那我希望说，透过这样的交流，能够让孩子在这一生当中，他都能够记得在他小时候的时候，小时候一群来自海外啊，同样是华人的小孩，来跟他们一起啊学习，教他们怎么学英文。那能够透过这样子呢，来加强他们学习英文的动机，希望他们觉得这个学英文是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啊，而且能够让自己呢跟世界有更多的连接。那这个是我觉得办这一次夏令营最重要的一个。那也希望未来我们这样的一个夏令营或者是交流呢，孩子们可以持续的做下去。那再次感谢台美老师，谢谢你。那我们慢慢的观察身边的植物啊、昆虫等等的啊、哦。好，来，我们就慢慢走出吧。在买东西的时候给他看。